我现在先来打一些段位赛吧，操！反正最近玩的比较少，哎呀，有种想放弃啊！ 嘿嘿，这个好硬啊！ 哎，我的阔鱼白扔了！靠，我是中冷匹配到一个上冷，哎呀妈，搞笑哎！ 踹了一下，砸不死你！戦闘開始。 哎，完了，完了，慢了！哎呦，操！居然还被踹死了，靠！嗯，等一下就差不多了吧。 哎呀，完蛋了！好像还穿虚。哎，我的天，开局就被人扑了啊！ 段位保护，还在段位保护的呀，没掉段啊！我先来打一些段位赛吧，操！反正最近玩的比较少，哎呀，有种想放弃啊！
哎呦，这个好硬啊！我先来打一些段位赛吧，操！反正最近玩的比较少，哎呀，有种想放弃啊！你怎么也是西安？哎呦，这个好硬啊！啊，我的阔鱼白扔了。靠，我是中冷匹配到一个上冷，哎呀妈，搞笑哎！妈的，被踹了一下。砸不死你。哎，完了，完了，慢了。哎呦，操！居然还被踹死了，靠！等一下就差不多了吧。啊！没插到就被他喷死了。我靠！再跑，直接飞死你！
触来生杀，心怀不惧，翱翔于天际，一鼓作气，紧接着来吧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白明月下之日，应该能扎死吧？残雪缓沙。感觉铜钱拿来没用了，我存了那一大波铜钱在那。我眼睛看到了胜利，朕会用宽广的心胸包容美女们的大不敬。再来吧。莫非王土偏向一统统我为主？战争，靠，对面都没有什么好忍者呀，都不好意思进他了，还进这个吧。皖南主要是看气质，还是这些吧。我连 S 人都不用，拿来也不会用。到达胜利之前，无法回头，人总得有个活着的理由。永不放弃，这可是传说。也来展示下高端操作，不是你记忆中的刺客，也是最好的代价。哎，他手还挺快，跟我一样啊，饭。嘿，我先来打一些段位赛吧，反正最近玩的比较少。有种想放弃啊。你怎么也是西安？哎呦，这个好硬啊！